级小英雄 Super。我是楚儿姐姐。那我们在这边就是科学实验室的时间呢，赶快欢迎我们的佩妮老师。大家好，我是佩妮。还有今天我们的国际小巨星左左右右。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我是左左，我是右右。没有错，那看到今天这么多的东西，而且还有转号车，佩妮老师，对，要做什么呢？这绝对不是要做杂耍。我知道，独轮车，独轮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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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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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想佩妮老师应该要很多钱，要带我们一起去吧？没有，所以我只能带一个人回来就好。请他回来，请大家一起去。对，好，那赶快邀请我们的太空人出现。你刚从哪里回来啊？我刚从啊，其实不瞒各位说啊，其实太空没有那么远，我们只是从新竹过来而已。新竹过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是台湾的国家太空中心，那其实它真正的位置也不过就是在新竹而已，这样子。桌上这么多的道具，对，就是要告诉大家，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是人造卫星在绕地球转的时候是会受到地心引力嘛，就像我们月球绕地球一样。是，但是呢，要转弯怎么转，要回头，要掉头要怎么掉，这个就是比较大的学问了。你要去控制它。哦，那控制它，控制到什么地方呢？看这边喽。哦，我们桌上这边啊，有一个这个。我今天现在手脚比较笨嘛，我要请那个佩妮老师讲，这个是陀螺，对不对？是。陀螺，大家试一下，我们可以把它转起来。我们现在请左左右右来帮忙哈。好，我们先请陀螺吗？你们会打陀螺吗？不会啊，是不是用力拉出来啊？用力拉出来。那可能老师用力拉出来之后呢，帮我放在那个蓝色的转台上面。放在蓝色的转台啊？对对对。我送你。好。所以是要把它拉出来就好了。放在那个蓝对蓝色的转台上面，放在它上面哦。先拿起来，对，小心小心。好，慢慢来。等一下哦，不用不用不用靠，不用靠，你拿在手上没有关系。好紧张，抽出来再放在上去就好。也可以也可以。对，算吗？对，算吗？现在帮那个悠悠，你帮我把它放在那个这个上面吗？尖尖的床上面，它会不会掉下来？为什么会这样？自己在转了耶。其实大家有发现，这应该跟很多小朋友家里面，如果你有玩过陀螺相关的游戏的时候，都知道陀螺只要在转动的时候，其实它就可以很容易的立起来，对不对？对。那如果我们现在试一下，我们先请佩妮老师帮我把这个陀螺拿下来，然后把它弄平。拿下来是吗？对，然后弄平。好，刚刚是悠悠协助我们，对不对？那现在请左左。左左帮我们放上去吗？陀螺不要转的情况下放上去，它能不能转的，能不能立得起来呢？请帮我试试看好不好？把它放上去，会不会倒呢？应该会哦。再一次，再一次，说不定是刚刚没放好。对对对，你们要转呢。我刚刚这个想要说，如果你立起来的话，我台上全部东西通通送给左左。其实啊，陀螺如果没有在转的情况下呢，要把它立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是。可是当陀螺在转动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要把它立起来，其实就相对的简单很多了。对。我们这边有一个力气更大的陀螺，力气更大。但是呢，我们这次就不要去立它了。我们待会试着，我们请佩妮老师好了，用力把它拉起来之后呢，我要请，等一下哦，我们先请待会请他再请悠悠好了。好。拿着这个陀螺，一手拿一端。对。然后呢？你告诉我一下，你稍稍的转动它的方向，有没有觉得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牵动着你？好，神秘的力量。好，我拉喽。好，那我很成败在此一举喽。加油！好，线断掉了。拿这边，跟这边，拿两边，对，把它，拿两边，你看前面，前面，对对对，这边，看前面有没有神秘的力量？怪怪的力量，好像在吸引着你。有没有一个东西在动？有吗？有啊，我觉得不太好转动。所以你的手是跟着它摆动吗？你的手是牵引着它，还是陀螺在牵引着你的手？你有没有觉得感觉有点怪怪的，对不对？不是，我是听不懂牵引。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拉着你？有没有觉得有东西在拉着你？有没有东西在牵着你？那你再把陀螺弄停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再次转动，它的感受就不太一样了？好，来我们再转转看，再转一次哦。还有没有那个力气啊？还有没有那个力气？没有了。
那个刚刚那个感觉不见了，对不对？没了。这个感受啊，现在用这个小陀螺，可能感受不会很深、嗯。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讲人造卫星，我要特别介绍这个东西呢？是，其实啊，我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个人造卫星的专有名词。好。人造卫星在绕地球轨道的时候，虽然是受到我们地心引力的牵引在做圆周运动、嗯，可是呢，它要回头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叫做惯性轮的东西。嗯，那其实我们很久以前在《超级小英雄》这个单元里面也介绍过另外一个元件叫做陀螺仪，它的原理有点接近，就是利用陀螺的方向性的感觉来告诉我们人造卫星自己的方向。哦、那这一次呢，是用一个大型陀螺，有多大型呢？可兰姐姐已经是把它缩小了。耍杂耍，它是陀螺，陀螺啊，大型的，超大陀螺，哦，超大的耶，所以它就可以当成是一个陀螺，当成人造卫星里面模拟的陀螺，没错没错，绝对不是健身器材让你练，就是模拟刚刚我们这个陀螺中间的这个部分，刚刚那个神奇的力量，所以那个人造卫星里面，它其实里面有一个像类似这样子原理的陀螺，那如果我拿着它。那是不是就会跟人造卫星一样，在太空中就会旋转了呢？对对，而且我讲刚刚稍微纠正一下，它里面不是有一个，里面还有四个。哦，所以我们头要上下转，左右转。嗯，好，那我们现在是在。到我们这个台前来，大家一起做一下这个实验。我们是要做人体陀螺，是吧？对，让我们左左右右来当一下我们人造卫星、人造卫星的左左陀螺跟右右陀螺。好，不过这个实验要稍微小心一点点哦。要小心哦。来，我们待会先请左左来帮我们一个忙好了。来，我们有一位先站上去。等一下呢，先站上去，来，这里的小小的脚印在这边。嗯，好。那我现在呢，我把它快速的转动之后呢，我要把这个东西交到左左的身上。是。那请左左帮我把它拿着，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后退两步，我们后退。然后你注意看一下你的下半身有什么样的变化喽。好，你准备开始喽。那你在上面都不要动哦。一、二、三。好，来拿着，小心哦，小心哦。来，好来，左转右转。自己转起来了耶！是你自己转的吗？是你转的还是自己转的？他自己转的，力气应该没这么大哦。好酷哎！那你想要他停下来吗？不想，感觉玩上瘾了，玩上瘾了。所以是那个神奇的力量牵引，对，是那个神奇的力量牵引他。就是下面特别用一个滚轮，拿着的小陀螺左右的那个力量，没错，没错。所有的人造卫星里面有四个这样的东西，对，然后再控制人造卫星的上下左右的方向。好，换人，换人，我们换人试试看。现在看起来力气不够了，所以我看到再转一次。对，来。那待会换右右的时候，你稍微帮我把它时间拉长一点。对，上下转的时候稍微慢慢转上去，慢慢转下，看看会不会有更明显的变化。慢慢转，慢一点哦，放慢哦。二三，来来，放慢速度转哦，慢慢换边。换边快一点点，对，然后换边的时候快一点，换边快一点，换换换。要练习。平衡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就是会往旁边倾。对对对，可兰姐姐可以拿着试试看。那刚刚为什么我要给这个？大人其实通常没有办法。对，因为其实这个轮子啊，是适合体重非常轻，对啊，身材非常苗条。我轻吗？那我慢，对，我不敢上去的原因就是这样。重讲一次，对对对，那你先下来。哦，他可以自己转完然后上去哦。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呢，这个要体重够轻的人才可以做哦。啊 ，Yes。拜托，我要转起来。哎呀，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有哎。哎，我怀疑你是自己转。腰力不错，腰力不错。那你觉得好玩？你觉得好玩吗？好玩。那它的牵引的力量大不大？蛮大的，蛮大的。它有一个重力在那边，就是可以跟着我这样左右旋转。哇，所以在家里我们可以自己做这个吗？哦，这个其实我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其实是在脚踏车行买的一个小朋友专用的脚踏车的轮子。那您手上的这个两个握把，其实就是我们脚踏车后面有时候不是会站两个那个随身火箭筒的地方，用那个东西做出来的这样。哦，对对对。所以只要准备这些东西就可以了，自己在家也可以玩。对啊，那我这边有两张图片，大概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东西的原理。其实就像刚刚看到很多那个
左左右右很会跳舞，对不对？是。我们跳舞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这个动作啊。我们左边膝盖往这边扭的时候，上半身是不是不知不觉这样子往另外一个方向扭过去，对不对？对，就像他们跳跳跳的感觉一样。我们今天身体的上半身往一个方向在旋转的时候呢，下半身忍不住就会自动的往另外一个方向转去。对对对，这就是利用这样的原理，帮助我们的人造卫星做一个转方向的一个动作，这样子。了解。所以我们下面一张，我大概就是利用我们下面一张图卡来说明一下，说人造卫星在对地拍摄，我们有时候拍摄不是拍正下方，对，是要拍旁边一点点，或者是右边一点点，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惯性轮来调整人造卫星自己的姿态。有啊，看电影都可以看到人造卫星它是这样动，对对对，然后这样动，对，其实它里面就是靠着这样子的元件在改变它自己的方向。嗯，好，谢谢我们的博士航佩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实验，好不好玩？好玩。那今天有礼物要送吗？有，今天的礼物，礼物是什么呢？啊，我们福尔摩沙二号卫星已经届满十岁了，今年才十周年，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送出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福尔摩沙卫星二号的金光闪闪的纸模型。得到这个纸模型的应该怎么样呢？题目是什么？好，题目只要说出今天的实验工具是什么。对，这个东西的专有名词有三个字，刚刚其实我已经对刚刚有讲过了，大家不知道的话就看重播，然后回去查哦。嗯，谢谢我们的博士和佩老师，还有